Hello，来下午好来，欢迎准时收看现场直播烹饪节目啊。来，感谢的朋友，请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啊，请帮我们赞、点赞和分享。所以，我们今天有羊腩包，谢谢赖 Thank you，Thank you，来。好，哎，没有弟弟没有开麦。Hi，thank you Coco，I like and share，谢谢你。Thank you，来，下午好，来各位。来，请帮我们分享我们的视频啊，Thank you。没有麦，没有开。今天是可能会时间长一点点啦、啊，不过 OK 了啊。长一点。我尽量在一个小时里面搞定了。哎，Hello，表哥表姐，下午好。来，下午好。来，第一个我们看到我们做羊腩啊，羊腩包。这个也是。羊肉。我每次去买不到，那就是切片片的啦，这很有的很小片啊，碎到很小片。对，多好。每颗这样片大片就好看。这里800多 克。哎，800多 g 的那个羊肚啊。羊的肚子呢？羊腩，羊腩肚对啊，羊肚啊，啊，就是花肉那一块啦。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要做的啊，这个乌龟肚我是很喜欢吃的，四季豆啊，啊，四季豆我们这里的酱爆啊，啊，酱爆我们用豆酱来煮。我们今天会用小米、蒜米，这个吗？甜的菜脯，来甜的菜脯啊。那么还有肉碎。我问你酱爆的意思是辣的椒的意思哦？用豆酱爆。豆酱哦，黄豆酱。我写错了，我写到你辣酱。啊，黄豆酱啊，哦，没有放什么，就是，来，再下来就是我们做的第三道菜，就是鱼，这个是东鳗鱼啊。东鳗鱼。啊，东鳗鱼这里4片，450 g 的，来450 g 的那个东鳗鱼啊。那么我们现在看看我们做羊腩包了哈，我们的材料，羊腩包的材料，就是这是一口菇啊，我放的是它都不美容了，太久。啊，后面有一口菇和姜片啊。那我们现在做的是这个羊腩包呢。我们这里啊，这个有马蹄多粒啊，马蹄十多粒啦，你看十多粒。来，马蹄十多粒啊。啊，葱头子那什么蒜十粒这样的。十粒的葱头子。十粒的蒜米咯。十粒的蒜米拌啊。为什么来聚聚旺这些五十个西山来？羊肉啊是非常骚的。啊，羊骚味有的人不敢吃啊，就是羊的肉的骚味。那有些人喜欢骚味的哦。但是羊肉如果没有骚味就不好吃啊，一定要有多多少少的骚味嘛，骚味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羊肉，啊，其实没有吃羊肉，大多数都有吃羊肉了啊。牛肉很多人也不吃了啊，但是羊肉还是很多人不吃的，很多人吃啊。那我们现在首先要做的是，我们要这个要去穿烫啊。来，我们要去穿烫我们的羊腩啊，羊腩肉。对，这里800 g 的那个羊肚子啊。啊，羊肚子。今天等下会用到气压锅。来，谢谢分享来。来，大家下午好，来 ，Thank you，Thank you。锅热锅哦，热锅，我们那个羊肉拿去爆一下啊。来热锅爆羊肉，你不是穿烫面，什么是爆羊肉啊？啊，没有，稍微你要爆一下，好像它羊肉也酸，哎，有那个味道啊。哦，你今天你不是来穿烫啊？不是，是穿这也是穿烫，爆了过后才来穿烫。来，热锅下油啊！
Candy 饭，谢谢你100个欣赏，来下午好，来。我们要丢几片姜片下去哦，丢几片姜片，来丢姜片啊，好，我们先爆香姜片先啦、啊，好吗？爆几片姜片，剩下姜片我们要来去焖的啊、哦，那姜片蛮多的。OK， 还是拿几片来爆香，等一下这个来放进去那个气压快爆啊。所以姜片稍微爆一爆它。我们把羊。这个羊肉，来，我们羊肉啊，800 gram 了 ，OK， 一起爆香啊！给它出出水啊！哎呦，太大力了！哎呦，哎，提起啊！还是可以吃的，掉了两块啊。有时啊，因为那个锅又重啊，又拿不到它待命啊。都是锅的问题啊，不是。都是锅的问题啊。啊。大力一点又不可以，放轻一点又不可以。啊，今天有羊肉，有鱼，有猪肉啊。啊，对。有鱼有菜啦。我稍微爆上它那个水啊，羊骚味啊，那去掉了羊骚味啊。你羊肉买回来要先洗啊，先洗了几天啊，要先把它的血水先洗了几轮先。来，我们看看我们材料，我们这里今天有放个陈皮啊，这陈皮有称啊，称泡了。这陈皮了？这陈皮是20-30年的陈皮啊，香吗？哇哇，陈皮是很贵的，它这个20-30年呢、啊，它用包装包上来是很贵的。20年还是30年？应该有30年了。这个是陈皮的，30年的陈皮，老陈皮、啊，有点像虫啊。啊，陈皮30年的陈皮啊。人家送的，朋友送的。啊，分享了两次，来谢谢。啊 ，OK， 我们爆了。对呀、啊，都是锅的错。都是你的错。OK， 我们再爆了，我们就放点水下去。我们放冷水也不要放潮水啊，放冷水啊，为什么？因为穿烫要用冷水比较理想啊。啊，穿烫要用冷水啊。你都懂技术了、哦。要多少？就是。总是给它滚一滚它，我们。给它滚一滚就是了。洗掉它。OK， 来放冷水啊。OK， 这个我们不理它。穿烫一下。对。我们现在要做的另外一个就是，这鱼呢，鱼我们要拿去腌过哦。鱼就是有这些这个有的。OK， 这里是4块的那种八，那什么鱼啊来着？这个是中鳗鱼。中鳗鱼啊。那你姑都有卖啊，你们要可以跟他们来，没有会不会小块一点啊？我小块的。来，表弟 teach us how to fry the money 菜。money 菜啊 ，OK 啊 ，money 菜上次我煮过一次啊。用中国的十三香去可以去羊肉味啊。嗯。小羊认为太烫了，所以跳出锅了。啊，羊有烟吗？羊没有，就是这样。直接穿烫啊。我们骨鱼的骨要取掉它。来，我们去掉鱼的骨啊！我很喜欢吃羊肉，我也是啊。这里还有片，因为它不够啊。要挂掉那个皮肉啊，那个狼啊。羊的哪一个部位是最肉是才软的？我们叫羊腩包，就是羊肚子啊。肚子。其实如果所有肉最软的，就是还是没肉咯。羊的没肉那个是最软的，牛肉没肉也是最软的。我的骨头不能这样切啊！来把那个鱼啊切成一块一块啊。那、嗯、个、okay, 我们这，等下我们要腌一腌它，这个鱼稍微冲水一下。好。来，继续帮我们分享啊！继续点赞啊，谢谢。OK， 我们就要给它滚啊。
啊，我们我忘记放手里，我应该放酒下去，料酒是啊，放酒下去把它去去那腥味，太过快了啊。他忘记放酒啊，那酒几时要换了、啊？就是要讲话讲话，在炒到干干的时候，要出水的时候哦，对，你就放酒下去。哎，不要信赖啊。放点米酒下去啊。还要放点米酒吗？啊，大概两个汤匙啊。其实，在炒的时候应该要放米酒、炒的时候应该放下去，给它去，我就是要去它腥味嘛。啊，不行，我们现在也是可以的、啊。还可以后来补上吗？可以的，后来补上，因为它炒干的时候、你放下去的时候，那个酒味就马上细，它就比较理想。就是在炒干的那个时候啊，你才放那个米酒啊。好像我们煮海参也是啊，海参也是，海参你也是有一点腥味啊。什么酒都可以也是。所以什么米酒啊、花雕酒啊、料酒啊都可以啊。其实这道菜建议用米酒或者用花雕酒。为什么？那个米酒的味道比较重嘛，啊、花雕酒也比较重。啊，来，我们就羊肉用面粉洗啊。哎呀，很多很多方法啊。OK， 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现在要腌这个啊，腌这个鱼片啊。你可以打个蛋，一粒蛋下去也可以。超怕吃羊肉啊，怕有羊骚味啊。啊，哎，我喜欢有带一点羊骚味。要有羊骚味才好吃啊，但是不能太骚啊。我们打一个鸡蛋下去。来，这里多少 gram 的鱼啊？这里有450 gram。450 gram 的鱼，我们打一整粒蛋啊。半茶匙的盐。半茶匙的盐。啊，今天就特别。其实这个腌法是要另外，我一茶匙的糖。一茶匙的糖。一茶匙的鸡精粉。一茶匙的鸡精粉。我很少这样来腌的人嘛。来撒一点胡椒粉啊。料酒。一个汤匙的料酒、就是普通我们腌都是这样的简单的妈咪买那个是的芝麻香油来芝麻香油一个茶匙啊。李琦帮我问你老爸会煮鱼鸡吗？鱼和鸡有啊，今天有鱼，但是今天没有鸡啊。炒粿条会吗？炒粿条炒过了，我都炒了很多次啊。啊，我是炒粉出家的啊，我先学炒粉先那个，我先学炒粉，才能先学炒菜。这个鱼啊，还没有退到完全退到冰啊，所以呢很。在煮这黄泥鸡啊，希望有表弟的78岁的功夫。啊、你可以焖一点多一点字都可以的。哎、黄泥字多一点啊。嗯。哎，我们这个 OK 好了了。啊。哎。去掉它的骚味。冲水。羊骚味就出来了、请问你老爸怎么调那个照烧酱？来，你私信他好不好？三汤匙酱油，三个汤匙的酱油，两汤匙糖，两个汤匙的糖，120 gram 的，120 ml 的水，水120 ml 啊，放一汤匙的料酒，料酒一个汤匙，勾芡，少许的面那个红色粉勾芡，马铃薯粉啊，少许。两茶匙的马铃薯很多钱啊，应该可以的。羊肉有补啊，不过好热、啊。做夜市的吃羊肉吗？因为还是热了。对啊，今天比较早打针就吃羊肉哦。今天比较早打 A 针啊。OK， 我们这样洗透它啊。对，洗透它，我们就捞上来。啊，沥干水。这鱼。OK， 羊骚味洗掉了。现在我们再来洗锅。来，请帮我们分享了啊，看可以过3000人吗？啊，还没有3000人，是很可怜的你。可怜了，可怜的人啊。来，炒粿条会了，可以去做大排档。我们这是有做那个大排档的炒粿条啊。你可以去 YouTube 找一下。香龟酱，你炒香龟酱那就可以了。西洋龟雕啊！啊，西洋龟雕那个调味很好。那道菜叫西洋龟雕啊，你叫？有个鲜汤粿条啊。啊。有个炒西洋粿条啊。一
1985，今天。这个就是视线的群体。我还想啊，这几天的人数会被暴增了、啊。群体免疫吗？那、就是、全体免疫很够力的，就是要78%能中这个 COVID 的。Hello， 谢谢支持哦。来，我们现在这个这个放在盐的大冰了， okay. 因为冰那个鱼有冰啊，所以来冲水一下。OK， 好，我在热锅的同时呢。现在我用那个这个什么来的？芹菜啊，芹菜啊，西芹啊，芹菜，生菜，生菜。这个要煮羊肉对吗？啊，羊煮羊肉，我们拿啊，这个来包啊。因为羊肉很腥啊，所以你一定要用一些味道重的味道来跟它调和它。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我煮的酱，这个酱对吗？其实这个是香港的做法来的，羊牛要打这个要多多休息，多多喝水啊。是，因为它的那个副作用比较多一点，是吧？比较显著。如果你热底能打一下，你真的要喝很多很多水。表弟可以叫炒白果干吗？白果干。OK， 我们不要多、哦，就是说我们拿一个头这样啊。OK， 这是芹菜啦。芹菜啊、哦，不要也不要太过重过那个味道，你要重过。好，我们拿一小部分来。来，请教表弟，鱼头炉啊。可以啊。鱼头炉，上次我有叫跟大家分享过鱼头炉。哦。鱼头炉。鱼头炉。鱼头炉是80年代的，80年代那个生火锅买的。好、哦。来，这锅。这锅热、啊、，OK， 它只是要这个，啊，不是要叶子它，啊，叶子两段，你没有拿叶子，好，现在我要一个另外一个，来，米奇卤肉饭重播哪里找？你去 YouTube 啊，没有话你私信表弟啊，还3000人啊，还没有啊，我看到还2900啊。来了，至少4000了，几个了？啊，没有4000的，4000了、今天不可能会有4000的，看这个速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点赞一下，那么就有了。来，今天有鱼就有羊，啊，有鱼有羊就是鲜制啊。鲜制，对。啊。我们现在要炸一个腐竹啊。刚才腐竹啊，昨天我是炸遍了，今天我是教大家怎样炸，要分享怎样炸。啊，不要少刚打针就不要给他吃羊肉了，打了针身体很热啊。啊，羊肉我帮不要少吃完啊。喝野水，来，冰箱有几包野水啊？找。OK， 你这个就是你喜欢吃竹鸡多一点的话，这个叫竹鸡呢、啊？这个叫竹鸡，这个叫竹鸡啊。它本身都是已经炸好给你了。没有，这个是不是炸的？不是炸的、啊，这个。OK， 这个我们就是你要多一点，你可以掺多一点下去焖。可以。如果喜欢吃的下啊，这个应该很好吃啊。这个、你要炸了它。所以我们拿来炸先呢。啊，拿来炸。来，可以，表弟，那个白萝卜可以拿去去腥吗？白萝卜。啊。白萝卜去腥就我，就很少听过啊。我不大清楚啊，因为我的师傅没有讲过这个。它都是用姜片，还有料酒啊，酒，还有穿烫一下、啊，那个几乎都去掉一大半的那个羊骚味哦。啊 ，YouTube 的画面是很萌啊，对啊，排水啊。要做高清的哦。高清又很慢。啊，要录一个影片就差不多2-3个钟哦。对。来，我们先炸我们的竹枝啊。你喜欢吃多一点的煮粥啊，你可以放多一点、啊、对，这个支柱，有些叫支柱，有些叫柱子啊。支柱，照理真正的叫法是支柱。做人要支柱啊。
蜘蛛，那个叫蜘蛛啊，做人要像蜘蛛一样啊。蜘蛛缠的什么意思？表弟，我的甘笋啊都没有教我处理的。什么甘笋？甘笋，我是说那个甘笋，我是没本身没有处理过，我很难跟你讲。但是如果你真的要，你就可以上网找一些资料，看看人家的甘笋怎样做。来，我们炸了这个蜘蛛啊。蜘蛛，我们拿去冲看看。炸了还要洗一下。OK， 来，我们炸了，我们冲煮一下。不要去弄它啊，要睡了玩。谢谢表弟啊，准备晚餐的黄鱼鸡。希望可以成功啊！你照这 step 做就可以了。来，可以用猪肉吗？如果你不要羊肉，要猪肉的话，可以这样做。猪肉，因为羊肉有骚味嘛，所以才我今天我们调的酱，你会看到，我们的酱是很浓郁的。啊，因为要去掉那个羊骚味啊。如果你煮猪肉的话，你就不要调这个酱啊。啊，可以用白醋去腥哦。不过我们刚才是有放白米酒噻。白米酒，你也可以选择放料酒啊。Okay， 我们有穿烫，然后还有那个姜片啊，打了针要吃清淡的多吃青菜啊。今天没有摸青菜呢，来，我们今天刀鸡啊，豆汁啊，要用的酱料啊，在这里。芝麻酱会上场嘞，很少见嘞。哪多一罐芝麻酱上来嘞？它这个芝麻酱是要配搭那个羊肉了 ，OK。我们先把酱料出来洗出来，好不好？原来是刚刚的炸腐竹啊，不是浸泡才炸啊。谢谢。浸泡就不能炸了喽。OK， 我们腐这个我要拿蓝卤两片到三片啊，两片。两片的蓝卤啊，来零零购，谢谢50个欣赏来，水龙头好大。两片。有八角吗？没有，就没有。他没有放八角啊。我放三片啊。来，三片的蓝卤啊。两片到三片啊，你看你喜欢我要。你要搞一点蓝卤。味道要浓一点。味道要浓一点，就你放多一点。OK，你可以放一点汁啊。那么我今天会放这个醋猴酱。醋猴酱啊。表弟可以教那个牛腩面吗？牛腩面啊。牛腩面在那个以前那个何庆英很出名哦。是何庆英吗？何庆英有一个牛腩面很好吃的。醋猴酱两汤匙啊。来两个汤匙的醋猴酱啊，喷嫩、大师啊，喷肉大师啊，不是叫喷嫩。我们醋猴酱啊 ，OK， 焖肉用啊，两个汤匙啊，两汤匙的蚝油，老鸡就是腐竹，来蚝油多少？两汤匙，两个汤匙的蚝油啊。对，好，我们要这个芝麻酱。甘笋要泡几天啊？好像海参一样啊。对，正要浸泡了。表弟应该加一些马蹄可以去腥啊。马蹄在这里。我们的马蹄在这里。我们有马蹄啊，这是马蹄十粒左右。来，这个是我们的，用完了罗林，差不多。差不多一汤匙半啊。芝麻酱啊。这是芝麻酱啊，一汤匙半。来，腐乳有很多种颜色，目前腐乳有两种啊，一个是蓝乳，一个是腐乳啊，腐乳是白色的，另外一种是它有对腐乳有带辣的啊，海鲜的。来，你的那个芝麻酱多少？芝麻酱一汤匙半，一个汤匙半的芝麻酱啊。来问一下表弟，几时才可以教烧烤鱼和蘸料呢？哇哈！你要等呢 ？On the way， waiting list 啊。OK， 这香甜我还要的啊。OK， 我们这锅啊，好特殊的酱啊，这个应该要写，应该很香啊。这个，来，我们首先放姜片去爆香先啊，姜片啊，十来片左右啊，然后马蹄十多粒左右啊，没有十粒，蒜米十多粒，还有十粒了，葱头子十多粒啊，十粒。OK， 十粒啦，容易记啦，姜片十片。蒜米十粒，十瓣啊，我们叫十瓣啊，葱头仔十粒，香到隔壁去啊！哈。鸡足焖猪脚可以吗？可以啊，吃做猪脚 ，OK。
可以用罐头的马蹄吗？罐头的马蹄啊，可以啊。来，下午好啊，请帮我分享啊，帮我们分享哦。今天煮了这个菜很这么好啊，应该多一点人认识一下哦。来，三千三了，来，三千三，有点进步了啊，有点进步啊。第一个要留守，第二个要点赞分享，那么我们就可以到四千啊。三千三是太过没有啦，你不要太看好自己。因为过去有上班嘛。有马蹄，有啊，马蹄在这里啊，我们的马蹄在这里啊，这个就是马蹄。马不停蹄的在炒菜啊！来，来，谢谢，来，谢谢，来，先把酱抛入进去啊，爆香过后啊，那我们可以在那边怎么办？现在还要的，还要的，哇，香啊！你这味道，哇，再来，再来，来点赞了，谢谢，来。也许有人不吃牛肉啊，哎，吃羊肉啊。羊肉很多人不吃哦，但羊肉很好吃哦。来，炒到很干身了，表弟要做什么呢？没有，再稍微爆香它。来，爆香了，我去，把所有的酱啊全部放在它的那个，来抛入羊肉啊。花雕酒。羊肉有800克吗？我放花雕。来，我们放花雕酒啊。两个汤匙的花雕酒啊，来，谢谢，来，你们在就可以了，有你们在就好啊。冬菇我们要，来，冬菇可以焖久一点都可以了。冬菇啊，冬菇好的。冬菇，这里你看了、啊、你喜欢的，你可以放十多粒下去，20粒左右了啊，这里一口菇哎、啊，这个，来，下午好分享，来，芹菜。芹菜的那个梗啊，这叫梗是吧？嗯，芹菜梗。芹菜的梗啊，不够啊，我现在看见很少。来，再多一点芹菜的梗啊，这个一流啊。表弟，菜啊是放腐鱼还是蓝鱼？蓝鱼啊，红色那个、嗯、蓝鱼，蓝卤。OK， 我们现在要倒了，是倒热水啊，刚才倒冷水。现在要热水啊，热水啊，因为你穿烫一定要用冷水啊。来，现在煮菜要用热水了啦、嗯、热水多少？我们是要拿去焖的，所以我们稍微放多一点。鸡粥鱼腩也是很好吃啊，再分享各大群主了，谢谢你啊。有教，其实你可以煮多一点哦，煮多一点你收上来，那么包一包包放雪柜借冰、啊、那么你要吃的时候拿一包一包出来、okay. 有教那个猪肚焖鸡吗？没有教过啊。来，水多少？你刚才放？没有，我是放，这是要焖的啊，所以水可以多稍微多一点点。啊，你要告诉大家大概多少啊？羊肉不热吗？羊肉是热底的、啊。所以我们刚把刚才这些酱啊、哦，再全部给它挖挖出来啊。来，请问酱料是什么？哇，酱料超多了，加有醋油酱啊，芝麻酱，有蚝油啊。啊，目前只有这三个酱啊。还有黄豆，这个的话，哎，你要这个酱啊？还有那个蓝鱼啊，嗯、我们还有蓝卤，这个酱是这样子配搭的，有蚝油，有蓝卤，有芝麻酱，还有那个醋油酱啊，可以拍个照片。来，水你还是没有告诉我多少？水浸过它，因为我要替它锅。OK， 你的水啊要浸过那个菜就可以了啦。嗯，如果要加辣，要加什么辣椒呢？辣椒干放两条下去咯。两条辣椒干啊？啊，不要太辣啊！太辣的话，你就吃，辣的话你就吃到辣味，吃得不到那盐味。冷的天气要吃多点羊肉是对的。这个酱料就是港式焖牛肉啊，牛腩啊，这个是牛腩也可以这样焖啊。啊，不过羊腩比较适合啊，要这样的味道。请表弟可以教沙爹酱吗？有做过啊，沙爹酱之前。这道用牛肉啊，用猪肉应该比较美味啊。OK， 在滚的同时，来我们的气压快包。我们先把气压高高，我先去包它。啊，之前有吃过羊腩包啊，有放竹竹蔗，竹蔗啊。有人放竹蔗。竹蔗很难买，那么因为那个冰糖几粒。他没有买竹蔗啊，你们可以放竹蔗啊。
在传统他们有放竹蔗，放两只的竹蔗啊，这里很难买得到，我就没有去找。应该去隔壁采一下。来，冰糖多少？冰糖啊，一汤匙半啊。一个汤匙半的冰糖。如果你竹蔗的话，就不用放这么多。来一点吃一下。今天很热啊。对啊，今天很热。来一个汤匙半的那个冰糖啊。OK， 我们就放在气压锅里面去煲它。Wiling Chong， 谢谢你，50个欣赏。为什么要放冰糖呢？可以提高那个色泽吗 ？OK， 不是，冰糖它是当然冰糖有带一点甜嘛，它把它，因为我们放的酱料是蛮咸的嘛，对，把它调和一下，我们没有放糖，放冰糖。米奇波导很详细，谢谢啊。焖羊肉调味很多，调料很多，不简单啊。是啊，你不然的话，你的羊腩煲啊，你要很重味道啊，那个啊，那么腐竹跟那个，其实我要煲两次了。我们先煲它，等一下滚的时候，我们要煲一个小时12分钟啊，6分钟，我们煲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我们煲8分钟先。8分钟，然后过后的时候我们打开来，我们再讲这个下去，下去焖啊。天气炎热，还吃羊肉？啊，其实我不吃了，是粉丝要我煮了。Mickey when you that put the 腐竹，我们还没有放啊，还没放，等一下还放啊。第二轮、啊，那腐竹我们就切。没有开火，表弟。谢谢提醒。哎呦，这么乌龙啊！啊，谢谢提醒。来，腐竹后尾来放啊。腐竹你洗。Thank you 啦，他开火了。腐竹你要大小片啊，这边。所以粉就是分第二轮才焖腐竹，跟这个才第二轮才焖。这个是马蹄耶啦，马蹄实力啊。你可以先放下去分也可以，马蹄如果你要焖更。一个小时啊，人都老了。所以我们这里6分钟就好是吧？OK， 普通煲就要一个小时啊。我们是气压快煲，八分钟。哦，八分钟啊。就是你普通煲要80分钟啊。不是，8分钟，80分钟，对。有错吗？对。OK， 现在我们看的是，今天时间会长一点啊，所以请大家留守支持啊。因为这个羊肉煲的关系，不然其他应该。尽快啊，尽快在一个小时里面啊，搞定它。是羊肉配啤酒啊，刚刚好哦，一个凉的，一个热的。啊，羊肉配啤酒啊，可以放栗子吗？栗子啊，栗子是不大适合，就是但是你要这样的栗子的味道也是可以，啊，是可以的，但没有说不能的，是可以的。If you got orange skin 呢 ，and put it will be more tasty。我们 orange skin 30年呢，啊 ，dirty year。忘记放下去 ，sorry。啊，忘记放哎，啊 ，thank you for remind 啊，还要放这个啊，陈皮啊。啊，这个要很重要。还要放陈皮啊，索利啊，来，没有放果皮吗？现在放啊。放果皮，对。啊，表弟不可以再失误了的。哦。连续，啊，一次失误才可以这样的。OK， 这个刚才我洗了的，它有点这个字啊，很贵的哦。30年啊。30年的陈皮啊。30 years。焖羊肉要放栗炒什么？炒果，不会臭羊味啊。羊骚味我们已经是传唱几次了。还没有落下去，因为差不多要滚了。来，你看我们的陈皮现在放进去了，米奇人数不争气了，没有关系啊，最重要你要留守啊。
啊，既然可以，我今天我全部是这个我一次过全部放下去了。刚一次过放啊？哦，那就比较省时间了。好，竟然走饱了，走了三十年的饱。上帝嘛，啊，来，我们再放进去啊。OK， 那那个辅助直接放进去了，为什么 ？OK， 也是接放进去，我们不要等了。本来是要分开放的，对，为什么要分开放呢？没有，我分两次包，然后这个包好了，这个再来上来再包过。哦，它本来是在两次包，它现在一次过了啦。嗯。OK， 来辅助，还有那个马蹄也放进去，陈皮一块啊，来搅一搅一下。太多菜了，忘记是对的。表弟今天心不在焉了。可以煮熟干冰吗？干冰熟啊，现在有机会。来，三十年的陈皮怎么知道可以吃的？你要问香港人啊。香港人很出名卖。香港人的那陈皮啊，三十年卖了几贵的嘛？过百年的都有啊。啊。啊越久越贵啊。表弟今天一直心不在焉。有啦。来，鸡精旺，谢谢五十个欣赏来。OK， 来，我们全部很烂放进去了，然后就是包它。现在我们炸鱼肉啊。我给它炸鱼肉，锅热，我们放油。还有些群主不让我们分享，来分享你个人的配置。个人就可以了，个人就可以了啊，不要去搞叫人。啊。嗯。你齐的头发很长喽，哎，看得到没？那个锅那个看。对、okay, 这就是刚才我们腌的那鱼啊，这叫什么巴丁鱼啊？不是巴丁，这个是属于那个刁曼鱼。刁曼。刁曼。表弟你怎么了？表弟刚睡醒。我每天都要刚睡醒。来，我们接一个大葱啊，我们来炒那个。来，洋葱，洋葱一粒啊。表弟有看足球吗？没有，我们看了啦。以前有看，现在就。现在的足球都是凌晨的，凌晨有看了啦。我们以前我就是 TV box 啊，现在我们用看 TV box， 我就很少开。之前的是 Xbox 啊，哇，我就常常看了，也是半夜起来看球了。现在没有了，没有这个聊天了。哎，不要乱讲话，这个非法的东西。非法的呀？啊，也好。你敢乱讲话，人家数你。啊，果皮啊 ，100 yen 啊 ，and few thousand dollar 啊，哇！开玩笑，那古董了人啊，是啊，超过100多年了，要几千块的嘞。开玩笑，是不是表嫂不在啊？表弟心不在。那你拿那个陈皮来一下，整块来嘞。哎，米奇表弟是担心表嫂打了疫苗吗？没有啦。百年陈皮胜黄金啊！嚯嚯、啊，这句话意思，真的是黄金这样卖啊！啊，对，不要乱分享去小组了，等下小组会不弄你、啊。对，我们这里就好了啊、哦，我们你来洋葱啊，洋葱一粒噻、啊，洋葱一粒切边了、啊，切边了，然后把它的那个瓣啊，你看一包这样的东西啊，这个是陈皮耶，对啊，一包才只剩两三粒而已啦，那陈皮三十年了嘞，啊，三十年一包这样的，你看 packaging 啊下来就卖了，哇、哦，三十年呢，跟我同年的。跟我同年的陈皮呢？跟你30多年。我老好一点啦、啊。你看，你不是这个姜出来，你看多贵吗？啊、这是朋友送的啦、哦、啊。现在很少看戏的，都是看孩子了。妈妈的时间永远都是孩子睡觉的时间啦、啊。表弟，我也有10多年的陈皮啊，看得很黑啊，不敢吃，丢掉了。哎呦，丢掉了一些。黑的吗？你看见那个？还好留一半起来，不要乱丢耶。黄金来了。黄金来了。啊、我们这里马来西亚人少的，但中国人不是香港人很喜欢焖东西啊，拿陈皮来焖的，焖排骨啊，焖他们都会来焖的。Nicky 声音沙沙的，还好吗？精神不好啊，今天昨天夜睡啊，有时候配料太多忘记是正常啊。没有我放在上面，如果放在一起都可以了。来，现在开始晒陈皮啊，留给下一代啊，黄金。他不懂陈皮不是那一种我们所谓的干那种的来是不是有一个味道啊陈皮的味道不要丢不要看到哦就丢掉了黄金、啊你那个哦你包红豆水哦你切一小片啊不能多啊一小片下去啊哇那味道啊直接生花啊对陈皮越老越好值钱啊现在我们开始收可以吗
可以。我去买一个30年的来收，收20年，他就50年了。给你孙子的啦，留给你孙子的。不留给我孙子的，留给自己不行。留给孙子的黄金呢？来，我们放一点木薯粉啊。不是每个人喜欢陈皮的味道，有些人很怕啦。但是香港的人喜欢。煲汤煲。倒东西都是会放陈皮的，会放一点下去的。我们收藏110年的陈皮哦，哇哇，真的是晒脸啊！晒脸，那个贵过黄金啊。I keep the mandarin skin 啊， but turn soft 啊， can eat or not？ 收那个陈皮是软的是吧？它会变成软的是吧？它干干，它一定要晒干的吗？啊，你要晒干它先的。他们的陈皮是拿来熏的。下午好，哎，我也丢过一包，哎，浪费了。我也收藏一小超过5年了，黑黑的就丢掉了，真可惜啊！来可以丢啊，好好才有，好才还有来得及啊，以后人家送黑黑就好像发霉的感觉啊，不要丢啊，吃的会肚子痛啊？不会啦，这个不会肚子痛啊。百年陈皮啊，这样啊，价值还连城啊。米奇比陈皮更加更有价值啊！哎，米奇是表弟没有给你100块吗？所以说没有给我100块不精神啊！啊，我丢掉了。所以我们有时，我们不懂，所以我们不懂，我们就是把它就浪费了了。啊，现在的疫情啊，天天过万啊，当然没有精神啊。如果陆续过万，就精神百倍。哇，天天过万的陆续啊，啊。睡觉都会笑啊！这滚鸟啊，我们不要不要开开开，给我8分钟啊！现在开始算啊，8分钟啊，好不好？欢迎来，给条葱俾我。啊 ，wish Vera happy and blessed birthday 啊！今天啊，对 Vera 生日啊 ！Forever young and pretty, thanks and appreciate your teaching.谢谢啊，维拉，你知道维拉的孙子哦。那维拉在酒后啊，来准备辣椒啊。对不起啊，刚刚上网可以重复前面的步骤吗？不合，你要看重播，很乱的啊。来，不是收人参吗？人参啊，也是可以啊。我收藏了18年啊，还在冰箱，很美，好香啊。OK。不要炸得太干了就可以了啦，你炸得太干的话它变成它的啊 I have good quality 陈皮啊 can teach how to cook 陈皮要做好吗？红豆水啊，红豆水你切一点点放下去，还有什么可以做？好像我们这个我们煮这个牛腩煲、啊、我们这里的我们新马一带啊，其实很少用陈皮来做东西，那主食物，但是香港人就很多，那就拿掉了，不然我立马搞一。我之前有和海天直播老板啊买过陈皮啊，看来不错啊，下次可以拿来煮。其实你们拿3年的陈皮就够了了，3年、啊、这个陈皮太贵了。这陈皮越久越值钱啊 ！Alice Tan， 谢谢你75个欣赏啊！谢谢啊 ！Happy birthday to Vera， thank you 啊！来，我们还有一种老菜脯啊，也是收到黑黑的，收到醋油的，嗯，茶叶一样。SO 酱啊，炒 SO， 越收越久越好，越值钱了。Thank you， 谢谢祝福啊。应该要12分钟啊，羊腩煲通常是2个小时啊。啊，我们8分钟啊。因为我等一下打开来，在锅里面焖一焖的，然后就炸得很好看啊。今天的要中屏幕，哇！像你这个有放30年的陈皮，可以卖多少钱啊？给贵人讲了，来快讲给我。你要讲啊？那个锅很大声啊，对呀、啊。这块油啊，这块油包三个吗？啊，他的陈皮是朋友给的，香港的朋友给的，非常很好的quality啊。克也可以用啊，来包那个，用陈皮来包，包来喝是吧？对。对啊，陈皮可以来煲汤，香港人很出名煲汤吗？
我们马来西亚人 少做这个料理。来，谢谢，祝福维拉，谢谢你们。来，我们这是姜块啊。哇，想不想我？我一直以为我的女儿小女儿很小，现在想一下，等一下也是不小了。你有想过你大儿子吗？要四十岁有了。对啊，真的是啊。可能我一直感觉到我很年轻，所以忘记了孩子其实蛮大了的。很老了，你儿子。来，姜一块啊，切片啊。嗯。鱼肉之前腌的什么？它腌蛮多一下。就是普通我们切腌哦，盐啊，鸡精粉啊，糖啊，料酒粉啊，料酒啊，放一个鸡蛋下去，打一个鸡蛋啊。陈皮也可以煮鸭肉啊，肉骨茶，鸭肉肉骨茶你试过？那么要放点粉啊，木薯粉。用别种鱼可以吗？可以啊。可以。你可以石斑鱼也可以，马鲛鱼也可以，马鲛鱼也可以。好的，陈皮可以入药的啊，去湿气啊，很好啊。来，这个就是马头啊，那洋葱切片，还有姜片，还有红辣椒啊。来，今天会长一点啊，请大家有耐心留守观看啊。我们就是那个，那今天如果你学到两马，如果你是做开，你是开餐厅的啊，送你。你开餐厅的啊，你开餐馆的啦，你可以卖一个羊囊包咯，可以做大份一点。你们可以卖羊囊包啊。大分一点。来 ，Miki， 祝杰 My Birthday 啊，天星 Birthday Song。来 ，Michelle Wong， 来，天天祝福你。哎，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幸福开心啊。身体健康啊，最重要啊。身体健康啊，也要谢谢你。谢谢你来支持我们了。对，谢谢。来，我们就是。来，蒜米爆香先。现在我们做这个鱼肉啊，然后洋葱、姜，还有红辣椒，来爆香。SO 酱啊，我放两汤匙这里，两个汤匙的 SO 酱啊。啊，着急了，祝米奇令妹啊生日快乐！来，谢谢你们啊，虽然维拉不在啊。少少的水啊，来放点水啊，多少水？这里啊，这里100ml 咯，来100ml 的水啊，把它啊那个那个姜给它。哦，我觉得你放 SO 酱就好料了，那味道很香啊。半茶匙的鸡精粉。半茶匙的鸡精粉，茶匙的糖，一个茶匙的糖啊。其他的那个酱啊，给它浸一些。OK，Nice，Nice。来，我们放一个。啊，我们把我们的鱼肉啊放进去啊。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啊，哈六六，来祝你生日快乐啊 ！Thank you。啊，跟维拉同年同天啊。那螺丝，就是的。来，谢谢你们祝福维拉啊 ，Thank you。Can see your SO sauce, can. 来，我们的 SO 酱啊。Hard day, everything is hard day. 哈哈哈哈 ，every day 啊，啊，每一天笑啊 ，hard day 啊。羊肉没有很多人喜欢吃啊。我们这个已经是黄昏的直播了啦。啊，来勾芡啊，马铃薯粉勾芡呢、啊。放这里冲下去。放葱条啊，鱼头也可以这样煮吗？鱼头对，可以，可以啊，没有问题啊。我们倒一点料酒下去。来，料酒，一个汤匙的料酒啊。来，马铃薯粉勾芡啊。煲黑豆鸡脚汤，放姜，
陈皮，哇，很好喝啊。OK。这样的那个鱼肉就软生了啊，就吸进了那个饲料。啊 ，Mickey, you stir must stir for how long? You mean the 那个羊肉对吗？羊肉你普通的话你要80分钟啊，所以我们的那个 quick， 你看你的羊肉大块，这个是八分钟就好。第一个羊肉看你大块小块了啊，啊，要炒到这样子美，啊，这个是 SO 酱。还说这样炒鱼片呢？啊，哇，来已经八分钟了，来谢谢，来，来，龙胆鱼可以这样煮吗？龙胆可以啊，什么鱼都可以啊，什么鱼都可以了。你要那个黑鲳鱼要这样煮也是可以了。羊肉包要大妹可以吃吗？可以啊，它要热了吗？作业的人就是要热了。新锅是平底的，那锅底是平吗？不是，圆的，它是圆的啊。我再焖一下子啊，因为它 SO 酱的外观美，为什么会美呢？它比较贵一点的，贵的它的 packaging 就比较美一点了。SO 酱里面的料就 是你的时间到了，表弟啊。它的 SO 酱呢，里面是有放火腿肉了，没记错吧？它有那个酱油柱啊，干贝啊。还什么有干贝啊，很多很多很多料，有火腿，熬油脂啊。当然这个是次数不行啊，有白酒啊。好，黑豆放3-4个叶可以吗？3-4个叶啊，黑豆啊，黑豆啊，你一般上豆如果没有发霉 OK 的啊，应该还蛮耐的黑豆，可以教煮鸡扒吗？鸡腿扒可以啊，哎呦，做过几次啊？啊，做过蛮多次鸡腿扒，用鸡腿来做扒了。大妹其实蛮业满业的已经，啊，她满业的，差不多有3-4天了啦，满业的。可以，那我们炒菜啊。这样不可以用电炉哦？这锅应该可以啊，它平底啊。他没有试过啊，讲真的，他还没有试过。他平底也可以啊。他是平底的，给大家看一下。对啊，我没有，那是有什么我介绍的时候才讲了。这锅平底的。来，请问表弟用的黑锅可以哪里买？还没有卖啊？你请你打疫苗了，明天。哦，明天就是我打疫苗啊。明天啊。啊。明天1:30到2点打疫苗啊。你可以早一点去了。没有啊，那个谁叫我要1:30到2点去，也好了，因为那边选择是我自己亲自来，几点到几点了。嗯 ，SO 酱多少钱 ？SO 酱啊 ，SO 酱好像10多块啊 ，SO 酱比较价钱比较高了。不懂哎，你问他这里。啊，你去海天问一下。你 screenshot 啊，你去打的时候深电999啊。好，来我们炒这个乌龟豆啊。啊，这个乌龟豆我们要用黄豆酱啊。星期五可以叫大妹抱 baby 出来吗？星期五大妹也不在啊，只有表弟一个人吧。我们的深夜厨房只剩表弟啊。还没有 SO 酱可以放别的酱吗？你就是不是 SO 酱炒咯，你可以黄豆酱炒啊，豆瓣酱也可以啊，豆瓣酱炒也可以。来 ，SO 酱20块啊，美乐达的，来谢谢啊。黄豆很耐放啊。要看 baby 啊，没有这样快呢。baby 很帅啊，啊很像外公啊，很帅。是的。没，这样他的爸爸怎么办？啊，他像外公吗？有时像外家吗？如果平底锅，平底才可以用电炉啊，还没有报价钱呢，还不知道可以不用电炉啊，他也不做示范，我不明白啊。还没有卖哦，我们不啊，米奇打疫苗有直播吗？他肯定不给你录直播啦，对方呢也可以给你录直播了，他一定叫你关掉了，怎么了？啊，尤其现在的那个打空针的那个新闻啊，闹这样空啊，啊，他一定不给你录了。今天我有拍到啊，你妈妈啊，怎么他给你录了？因为我陪他进去吗？他给你讲给录啊，你讲我要看一下你有没有打空针啊？没有，我直接没有问他，你问他就不给你了，你直接那边拍到了。
他不给你才跟你讲不可以喽。啊啊，表弟好练啊，西北好练。来来，你是打针要看有疫苗吗？啊，是不是像刘德华？像刘头发啦，不像刘德华。不要像外公的头发就好了。海鲜酱可以这样炒吗？可以啊，可以啊，什么酱都可以。你刚才味道你要调得好咯。哎，你其实今天你 okay, 今天要打针啊，今天不能吃羊肉汤啊。哇，这样这什么都不能吃了。这个不是羊肉汤哎，它是羊肉包啊，羊肉包。我不喝羊肉汤，因为明天要打针啊。来 ，SO 酱炒饭很好吃啊。对 ，SO 酱它很，所以它的价钱是很。来，我们来煎啊！啊，我们煎一下，我们加油炸啊！你可以选择拉油啊。羊腩包是我一家人最爱吃啊，要找好吃的羊腩包很难啊。对啊。就是两弟今天叫啊，人人都可以啊。Yeah, 煮给家人吃。你跟这步骤啊，你跟着步骤做就好了啊。第一个你要懂得去腥味啊，去羊骚味啊。啊，麦已经不仅仅摄影啊，而且还是打针的那一位告诉我。现在不能啊，他们啊很大的那个 poster 啊，不能拍照啊，不能做啊。来，米奇今天不可以吃太热，要喝多水啊。我们没有问他啦，我直接拍了，问他他就不给你了。哎，米奇 ，what question 啊？有接吧？我也不懂，我真的。Sinovac 哦，白色啊，有些人跟我讲是白色，有些人跟我讲 Sinovac 啊。OK， 我们这个酱可以把。明天你再问我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整啊。明天再问。Sinovac 哦，白色啊 ，I don't know。金龙波要快点打针啊，因为很多啊，对啊。维拉不在，米奇要下深夜厨房，表弟啦，表弟啊！哎，你这个星期五深夜厨房想到煮什么菜吗？还没有。米奇注意啊！有维拉，有红红是最好，如果没有我也可以啊。嗯，所以有一个人你不给没有了。当然。多么重要！来，首先我们放虾米啊，来爆香先。菜都不用切吗？这个是。你要切这个都不用切啊，你要切也可以啦，你切薄。其实我们是切了的啊。你在哪里打针 KL 啊？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名啊。小米稍微爆香一个墨来的。这个锅很热的呢，这个锅真的很热的。啊、你看啊，这个锅我关小火啊，它就在那边跳。我只是关小火而已啊，它在那边跳，它热锅来的。我之前是 A 这个，我 cancel 了，本来是26号了，我 cancel 了。我起初是想要在三位打针啊，不要去到这样远，最后他还是安排到我 KL 啊。你看没有开火、哦？对，我之前是 AJ 啊，我 cancel 了啦，我很早就 cancel 了，我在六月尾的时候我就 cancel， 因为我要在这里打针。就针打要 cancel。然后最后还是拿到不是 AJ 的针啊。OK， 我们蒜米，这个啊，来虾米和蒜米啊，菜脯啊，甜的菜脯、啊，不能买咸的，要买甜的啊。甜菜脯你放多少汤汁？两汤匙。两个汤匙的甜菜脯啊。啊，你如果是咸的，那就不对了，因为它这个今天我们的那个，那个酱是很咸的，黄豆酱也比较大咸。当然，这个海天的黄豆酱不会那么咸，外面有我们买的黄豆酱是比较带咸的。要咸一点啊。啊，这个锅导热很快啊。很热很快。对呀、啊。要冰块啊，冰。自动融。冰块啊，我两个一个杠啊，一个白杠啊，一个这个啊。放下去啊，这个就在转了、啊。它有解冻的功能、啊。解冻很够力，因为它解冻快啊，就是它的热也快咯。米奇也是很重要的小事啊。非常重要啊。我不知道那个墨什么墨，我没有看清楚嘞，我今天才收到啊。OK， 我们稍微炒香它哦。表弟笑起来很迷人啊。谢谢。哎，米奇总是怕爸爸忘了你啊。啊，因为他心中只有其他人啊，没有我。来，深夜厨房可以做豆干包啊，比较容易，是最容易的。哦，可以啊。五连那个锅火得很厉害。五连的锅是不简单啊，这锅极美。来，米奇电饭锅几时有啊？啊，现在是刚刚的那个给一点时间他们了、哦、几百套就卖完了。啊，我没有
Malaysia stop using the Sinovac 啊，我好像是最后一批的 Sinovac 啊。来，这个是猪肉碎啊，好了，香香了。猪肉碎多少？猪肉碎一百，你可以放多一点的，100克的左右了。100ml 的，不到100克啊，这里不到100克。100克的那个猪肉碎啊。然后第一星期五一头糕可以吗？啊，星期五一头糕都，我看了，我想要做萝卜糕的。这样的菜都这样炒就好吃了。肯定好吃。你看那个肉碎啊，这样啊，很香。到了香的时候，我们才放黄豆酱下去。好、啊。然后我们要放黄豆酱来炒啊。OK。给我们关小火。黄豆酱啊。一汤匙黄豆酱。还有一个汤匙的黄豆酱啊。一汤匙。来一个汤匙的黄豆酱啊，然后黄豆酱放下去就不同了啊，味道不同的。来，我们的味道放进去，来炒一炒下，很好吃。芋头糕、南瓜糕、萝卜糕、面线糕，哇！来一个汤匙的料酒啊，料酒一个汤匙。来，放一点点水啊，不要太多。水一点点就好啊。酱油不能用水啊。啊，半茶匙的鸡精粉，半茶匙的鸡精粉啊，一茶匙的糖，一茶匙的糖啊。哎，请问你添射疫苗之后哦，麦子加大会另外申请吗？会，30天啊，满30天你才会拿到啊，30天的 working day 啊，除了那个假期啊，你再申请要等30天啊。你明天赶得及开锅吗？应该没问题啦，没有话加表少度也是一样啊。哦，这个很香啊。嗯。你不能放咸的那个，不能放咸的那个对，这个菜脯啊，一定要甜的啊。甜的菜脯啊，放肉碎是吗？对，肉碎也等于。好，让它干身啊。这个是成都吗？啊，你这个是那个四季豆、乌龟豆啊。我们这是讲龟豆啊。哇，很香，这个很香。开豆都是配肉碎的一流啊。肉碎，肉碎，好。啊，期待咸水糕啊。是四季豆啊，对呀、啊。啊，什么针打就是了啦，炒过没有、啊？有针就打了了，不能再考虑的什么，不打更危险了。我们打了针还是会中的，如果是你不防疫的话，还是会中的。但是中的时候，它的最重要给出国。对，中的时候它会严重性，这么啊、如果没有打针的话，中的话可以去到很重严重。啊，米奇，你365天都有爸爸陪伴啊，你的弟弟都没有啊，还有女朋友陪伴啊，没有在用那个瓜粒的吗？哪一个瓜粒？有啊，那个有。有啊，他还有啊。只是这个瓜是，一个厂家叫我是，啊，如果这个瓜好嘞，我就跟他。啊，跟他介绍，好，但是我到目前我还满意啊。这锅你看，现在我们要冲水啊，因为要时间，我们冲水。好，我们不能等，要冲水。所以我们把羊肉啊取出来。
它有一点点微样，我们讲究。哎呀，你看味道，哇，那个陈皮味道很。不好，不要太相信。你是讲哪一个？刚才那个锅啊？那个锅什么东西？锅不好的、啊，锅不好。一斤多少啊？今天接近十二千了、啊。是一千多。是一千多了、啊。来，我们这个，我们把这些全部倒下去啊。来，锵锵锵锵。弟弟有在上大学吗？是否已经毕业了？刚刚毕业不久啊。表弟之前的锅不能用啊，为什么换锅啊？有啊，有那一锅，那那锅还有用啊。我是要卖这个锅，我打算介绍这个锅，所以我呢必须要先用这先。如果这锅好呢，我就介绍。但是啊，到目前里面、啊，上次那个锅还有，你是讲上次那个锅不好用是吗？那个啊。表弟之前那个黑金刚锅那个很好用，来那个水加多少？有我们水你适量啊，靠到我们一定要有，我们要放在包里面嘛，羊囊包啊。所以我们的水分一定要有一定的水分。跟你们拿不同。羊囊包。弟弟的女朋友是台湾的吗？对呀、啊，台湾的。你要看看那个牛肉绵不绵哦，哎，羊肉，OK， 这个够绵了，好，看够不够绵，你看啊 ，OK， 可以，可以，太小了，太小个了，用的不好啊，啊，秘处你可以私信表弟啊，哪里方面不好那个锅啊，边我用了。我用了几个？我用四五个。比起那个上次那个锅多少钱？228块啊，228块。Nice， 哎，味道还可以再加一点啊。啊，请问自己过了30天后啊，要再自己申请吗？你要是再自己申请啊，申请的时候那一天算起啊，30天啊。啊，但是如果你是在雪龙啊这一带的话啊。你在吉隆坡或者是你在斯拉莫的话，你可以 walk in 啊，8月1号开始啊。花雕酒，来花雕酒，花雕酒多少？汤匙，一个汤匙的花雕酒啊。羊肉炉啊，加了一些青菜，有啊，我们有加青菜。花雕酒一个汤匙，然后这个是酱青啊，酱青哦，加多一个汤匙，再加多一个汤匙的酱青，一茶匙的。鸡精粉，鸡精粉一茶匙，舀一点胡椒粉，撒一点胡椒粉啊。好、哦，这个味道很好。很好味，很好味。啊，30天的陈皮在这里。哈哈哈。来、哎，马铃薯粉勾芡啊！所以我们这是马铃薯粉、风车粉勾薄芡。这个真的好吃，真的，你们一定要学哦，一定要跟着我的 formula 去做哦，真的。哦、我要给蜜给，我很期待呀、啊，很迫不及待要给蜜给试一下。会烧吗？哇，好吃啊！啊，哇，一级棒！滚！一级棒，真的是一级棒，你们跟着要跟这方法学啊。很甜美。刚刚进来煮什么好料？羊腩煲啊，这个真的好吃哦，
这个我很骄傲，这道菜我这样煮出来。羊肉可以放花肉吗？啊，你羊肉可以放花肉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因为羊你吃的不又不羊骚味又不很重，但是又有一点点羊骚味啊，嗯，就是那一个啊，那个口那个味道真的是很。你给你太太是打明天也是打针吗？没有啊，我一个。我问他可以 cut Q 吗？可以就是排前一点吗？啊，八月的，他是八月的，我记得。Today how many cases 啊？十一千多啊。这个要学哦，如果你有喜欢吃羊肉的话，这个肯定你喜欢的。那么如果你是开餐厅的话啊，你开餐厅的话，你就跟着我的分量煮多一点。嗯。啊，羊肉煮多一点，那么肯定啊，你这一包在你的餐厅一定好卖。嗯。哎，不吃羊肉可以放其他肉吗？牛肉。你可以放牛肉，牛肉放猪脚可以吗？猪脚可以，可以，可以，猪脚可以这样煮啊。但是这个好吃啊，真的是好吃啊，软软嫩嫩嫩啊，那牛肉羊肉嫩，够嫩啊。妈，哎，妈咪啊，炒过一个小时喽。来，虽然时间长啊，但是我们这是很有诚意的。这个真的是啊，我们是非常有诚意的。来 ，Thank you， 来 ，Annie， 一百个欣赏。所以，我们首先呢，就是这个肉碎啊，跟那个乌龟豆啊，但是它是酱爆啊，酱爆炒那个乌龟豆、四季豆啊。OK， 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鱼片 ，SO 酱炒鱼片啊。嗯。OK。这是家庭菜啦，啊，这个才是一流啊！这个真的啊，你们来临的大日子啊，谁生日谁谁生日啊，你可以煮。你有吃真的真的，这个又不是，其实不难煮了，你只是要材料放对，嗯，材料放对真的好吃。圆圆的是什么马蹄的？马蹄啊，啊，圆圆的是马蹄，嗯，这个是马蹄。我就觉得你可以放马铃薯。啊，不，马铃薯在冷到不能马铃薯不能啊，马蹄那么冬菇，啊，冬菇你可以啊，冬菇你可以放大片的冬菇啦，你喜欢。好，这个真的是很下饭。这个，哎呦，我好可惜了，这样好的菜啊，你今天人数才啊三千多吧，三千四。没关系，最重要是这个牛肉可以吗？可以，牛肉可以。真的，真的，真的，我很骄傲，因为我吃过这个包羊腩包，在我的我的 agency office 啊，就在我的旗舰店那边，楼下的他们的羊腩包每次我叫的，但是真的吃不到。这个味道，嗯，这个我是煮的比他还好，嗯，可以讲的这一句话，啊，真的很骄傲，很骄傲。我一吃很骄傲，我就叫马上叫啊 Mickey 吃，要学一定要啊，你们一定要学啦，表弟，这个一定要学哦，啊，表弟叫你们一定要学会知道，啊。对，你也学一下。如果你是开餐厅的话，你做了，你煮了，你煮大份一点。尤其天天来炒羊腩包的粉丝们，啊，你一定要煮啊。对啊，你跟我讲羊腩包，你自己不下厨来煮啊？你对不起我，啊，当然我也要感恩你啊！你叫我煮羊包，那么我自己去想，因为羊腩包之前我有吃过，我知道他们这些配料都有，因为港式啊，班吉真是港式的米星米其林一星级的一个餐厅。OK 了，表弟自己赞自己啊，有一星的米其林啊，对，有一星的米基给他。伊利星呢？伊利星啊，所以他得到米其林。米其林，米其林，伊利星，米其林吗？不是米其林啊，是米其林啊。啊，米其林啊，华语叫米其林。OK， 最后是感谢大家的一些点赞分享。好，那么帮我们留守啊，陪我们到现在啊，今天是483天啊，还有17天 ，Miki 到你了。这么快啊？可以再久一点吗？久一点。我怕打针了，明天就不舒服。今天他煮一个面应该不错啊，那一直叫我吃，但是我很。那个，表弟没有心，没有心，我也不会有多少心在你的节目上。OK， 最后因为我要等到那一个最后那一天的惊讶，让我惊讶嘛，对不对？最后还感谢大家。好，我们明天5点半。来，羊肉可以吗？不要买羊腩啊，可以啊，可以啊。羊肉，羊骨也可以，羊排骨也可以，羊排骨也可以啊，小羊骨也可以 那么你就看你要看太大，如果大，大只一点的话，你就开2咯。好。你就看到这个刚刚好绵，它的肉质又刚刚好绵，这个真的要学啊，真的好。OK， 谢谢大家，最后感恩感谢大家，我们明天5点半准时见，准时见，拜拜。